错了，再来。不想熬人的。这泡泡对鞋子对皮肤它是没有伤害的，我们都是干洗的啊，对，它马上擦，它马上干，它马上它就可以穿，对，就那么洗刷刷洗刷刷，从上面我们往上面刷，刷着我们鞋子泥巴，从上面我们往上面拉，拉走鞋子的灰尘啊，就这么干刷干洗干搓干油，不需要加水，也不用洗液，也不用洗衣粉，洗完的鞋子啊，它不需要晾晒。洗完的鞋子它马上它就可以穿了，你看，来找一条干净的毛巾或抹布，来一二三，你看，妈呀，鞋子擦亮，对不对？上火还有方向，鞋子就干干净净了，你看，这擦过了，这没擦了，这擦过了，这没擦了啊，两只来放抬近一点，你看。